每个什么时候的时候，三十号按照二十四号的，阳历八月一年冬装选就没讲次，因为冬装这是比较次要。我们这边人也少了，一般人多都上来给恁拿哪个，来到这边拿个，阳历八呢？嗯，好，这个八卦就这么讲，谢谢了，大哥。 今天那个小朋友比较来，咱们收个两，哎，往天给你一百块，送到位。赔了，赔了，好，赔了，赔了。二十四号有几个？来嘛，你来送到位还是给你一百块？有几个？好，二十四号不及格。二十四号不及格。 38号、41号、26号、28号，哪里进来？二十六号、28号、38号、41号，来。啊，接他，名字叫何浩，他叫要答到，他来这告诉了。嗯，好，那叫要答到。嗯，好，刚就是在第几家答到？进来，进来。38号、41号、26号、28号，哪里进城？15号。 3号、2号、3号，最后一排，最后一排的7号、10号、4号、9号，最后一排。20号进来吗？41号进来了。 是那9包开就是，9包开就是前段时间在伊斯村倒了，那伙计咱们捞了队长的那个了，队长长的那个好像是啊，林科夫那个倒过子站嘛，搞两个队长。对，刚才咱私聊着啊，聊到微信，然后就不要你们吹。 正好两脚两脚的翻倒也得不好整啊，找个锤扔的。三十号进来，41号稳定，进来，41号进来，40几号进来？我单打了，不是。现在小牛才是第一轮啊，不精彩。二十号，咱们这边等一下。前头四七号进来。第一轮。这边。不管是大牛小牛啊，都不精彩，这个很正常。但是野牛的话，可能第一轮、第二轮前面几轮会精彩啊。本地牛的话，一般第一轮都不是很精彩。好，二十六号，铁老铁啊，铁老铁，等一下，我这边。刚才停回来。就单打了，这就是单打了。 定位，啊！我们38号小牛，是不是对呀？哦，这两个是对呀。对呀，那时候获得过一个第40。 他今天四样又跑到打了六样，收了盘。咱们牛中不认输，不敢认输。这个是我们来自龙石哥城多了两年，38号小林。刚刚我们主裁判也说了，对呀，那是个打过第40名，今天四样又拿来冠六样子的棒啊！说我牛是相当稳的哈。水哪了？水哪了？手上抽掉多少号？哎，水给来了。 所以我打电话催了，他们拿水可正常。哎呀，那水下的他来回个装水，他来的呀。哇，这个38号是谁呢？十四号我们不好打了，我重新了。是不是刀过来的？啊。是不是还过？下一场也不能打了。你是这种人，晓不得我说。你举报什么条件？你下一场也不能打了。 广东声音，广东声音。
功课到了，什么管制不能，那对方我们听不了。你火烧的，我们就听得来了啊！会是德州这个国家，咱苦爹都受气。好也好，吃奶吃奶。扭着说不好，吹得好，好扭着说不好就跟着倒。热锅桶这种情况，扭着忍受可以拉开。考的朋友检查一下你们的网络，我们现场的话，目前。网络这些都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其他的绝大多数都还是能看。哦，开了呼翻了，这就应该吃了。怎样给小姐的呼一呢？哦哟，这好三十多号一开了一颗。小牛。小牛也是疯狂的哦，不是不可以把干了老酒呢，这牛真是说不干净人家了啊，现在一种抓住他的脚趾来了，这反正你小了，基本上你还是知道。他一直牵着啥？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如此叫叫，你打那个警察，警察不能给你咬人。好，我们本地的上围墙上，没地的现场不是演的狗力，对对对，大红的剑，打的就是好了。今天所以变尖叫的，你没有狗力剑。超小的几斤斤啊？超小的。三十多号。在招呼着呢，要不好那家走了。切得到的。不出心还不是。接着吧。狗力将下来了，今天消防员兵在只有用这种是办法了。没得你们十个。小姐的是还是一起的，他几个的味道。哦，四十四。那好，就像那个一号那个大拇指啊，就往这个，两个都在抖。一个刀一个赞。这四十四，我们胡说，你手里很好。你都认得到一下。这当然小门口打赌。对呀。还有呢。牛主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啊，是我的话我就认输了，四十几号已经把他的技术把他的价值已经打出来了，没必要再打了，质量跟牛主啊相当的文明了，相当的文明，我们所以老牛进来你要看看质量跟牛主啊就文明了，牛放的有大在这边上，这种就是我们文明的牛主，值得鼓励啊，值得鼓励，小牛一整齿一大的好啊，牛咪牛周一做的好，重量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，这个不是平台的问题，它这个是功能的问题，没有这个一键投屏的功能，投是可以投的，只是你要用其他的办法投，你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任何视频任何手机画面都可以，只要是你的手机是智能手机都可以投屏的，只是它是要用不同的办法，有一些投屏软件你下一下投屏软件根据百度参考着啊，操作一下是可以投的，不是平台的问题，只是说就好比你的手机原来的手机啊，没有摄像没有照相的功能，它只是没有这个功能，不是说是就这个手机就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小心，跟这四十四号不跟手机就好了，整个三十八号噶，如果是四十四号不跟手机就那个手机跑出来就要怎样才能回答？智能电视，总是网上嘛，总是网上了嘛，让回答。如果四十四号不跟手机就了，这帮就是里头的。如果你实在解决不了的话，那你就用抱着手机看一下好了。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也不是平台的问题，他只是说没有像，腾讯视频、优酷、
爱奇艺那样子有一键投屏的那个，那个功能，有那个按键一样的。